新加坡的 F1 我每年都有去看、啊、我都看不到一个男人。全听你说，快看版。跟你老公在哪里认识的？他因为他不是本地人嘛，澳洲人。对，他就飞过来看 F1， 然后就朋友介绍我。新加坡的 F1 我每年都有去看、啊、我都看不到一个男人。所以你要人家介绍啊。